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汤马士 Studio 为你们介绍一款我们最新设计的一个夹头，这个夹头非常的细小哈，专为 F3F、F3B 现在在座舱上面非常的狭窄来设计，当然也有其他的机种在狭隘的机舱里面无法安装升降舵的夹头，而有这样的东西的产生。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宽度只有4mm 左右，那从这个距离到这个距离已经是只有8mm 左右，一般我们的夹头要做到8mm 几乎你就是放不进去了，所以这个只有8mm 左右。那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设定的就是我们这个伺服机的调整器里面已经左行程右行程都把它走到100%了，所以为你们展示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就是一个很慢 的走动。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个快一点的走动，这是快一点的走动，可以看到哈，它非常顺畅。那你看，它已经走到我们这个指数已经100%了哈，大概就是这样子，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产品，谢谢大家。